什么鬼东西，阿列胡哨杂技团似的。按照宿主意愿，为围观民众植入定制设定，如今宿主是无影星的第一富豪陈老爷。哇，陈勋老爷出手就是阔绰。当然，人家可是上京来的世家豪门，不是我们这些小地方的人能比的。之前林家巅峰时够阔吧，陈老爷家产据说得有他百倍之多吧。什么百倍？哎，我要是入着陈老爷家门楣，那该多好啊。哎，你还别说，这儿还真有个机会。据说那陈老爷正在为他的小女求婿，要是能成了他女婿，那可真算得上是飞黄腾达了。求婿？太好了，正好把皇家的事办砸了。但只要我能攀上陈家，还有什么皇家？嘿嘿，只要我事先把能和我竞争的人全都废了，这女婿之位还不非我莫属？哼哼，鱼儿上钩了。三天能到道皇境，你的天资还算不错。不过按照我的标准，这个实力还是太弱。啊，师傅，我这还弱吗？这已经是我们这最强战力水平了。哎，做梦都没想到过，我还能到道皇境。啊？你的意思是，你们星球最强也不过才道皇境，没有什么地至尊、天至尊啥的吗？以前倒是有听说过。只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们就集体消失了。看来这无影星背后果然有猫腻，十有八九就是那神族内鬼岛的鬼。这位高人，你们是要去设计害我夫君吗？我求求你们放过他。云裳，他是什么人我最清楚了，这些年和我相敬如宾，不可能是坏人的。林云裳，你干什么？滚犊子起来。这小姑娘还是太天真了，我并没有想去害她，你要不放心，到时可在现场看着。真的吗？我明白了，你们千万别害她。放心，我从不骗人。星城，你去帮我调查一下那随手天，我怀疑。好的，老祖，我这就去办。如今进入求婿复试的人员，除了您，还有萧渊、叶修雷、穆冰、翁白玉。好了好了，别念了，今晚照明丹将他们一个个都废了就是。是。这次行动关乎我明日的结果，绝不能失败。放心，少爷，这次我请的都是一等一的高手。任务目标都住在这座客栈，行动都给我麻利点。是。果然来人了。来了，就进来坐会儿吧。哼哼哼，办他！少爷，成了，他们带着人回来了。不愧是一等的杀手组织，这钱没白花。不过这是什么怪癖，非要给人戴这么奇怪的头套，怎么回事？你去看看。是。怎么回事？这不是我们派出去的杀手吗？这混账，这就是你办的好事。少爷，我没办法了，还有半个时辰就是复试了，这下只能硬着头皮去参加招亲了。喂，这就是今天参加复试的招婿人员？这是在跟我闹吗？有小孩我忍了，哼，有老头我也勉强忍了，怎么还有女人和牛头人呢？这也太离谱了吧！窈窕淑女，不仅君子好逑，美女也喜欢啊。牛就不能追求真爱吗？罢了，都是这么些烂货也好，就没人和我竞争了。
想来你们都已经认识了，你们都是我精挑细选出来的青年才俊，是该互相之间熟络熟络。啊，天哥，别动，别忘了你答应过师父什么，今天你只需看着就行。本老爷招婿要求也十分简单，就是两两对垒，最后的胜者便是我的乘龙快婿了。当然若谁有信心发起车轮战，能一人把其他竞争者都打趴下，后面也就不用比了。太好了，这正随了我的意，我道王经五品的实力拿捏他们还不手到擒来。即使比武就不必这么麻烦了，我不是针对谁，武力上在座各位都是垃圾，我要一人挑战你们所有人。那么由随仇天发起的一对多车轮战开始，首战是萧渊对战随仇天。随兄请吧。别说我欺负你，我让你先动手吧。哼，对付这种毛头小子我用脚趾都能。哇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还没完呢。慢着，不，不行，这场不算，我还没准备好。我跟你其实是想先简单认身。小鬼，就你了，接下来的比试才是正式开始，你来跟我打。我，小爷我也是早就等不及了。连续不碰水。停下，停下！坏人，你也不算。老头，你来和我打。啊，你说什么？换了个弱不禁风的老头总可以了吧。尝尝老夫的斩钢剑踏。我就不信了，难道我连一个放牛女娃都打不过？刚才那老头也不算，那个牛和那个女的你们一起来。那你们是吧，想求我是吧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好好好，除了那位随仇天，好像大家都很厉害，我都很满意。哎，只可惜我只招一位女婿，这样吧，就让我孩儿出来见下各位，看他看中了谁就收谁做我的女婿。孩儿快些出来见见各位。可恶，今天看来算是彻底没戏了。我的命中注定让九华七彩祥云允许我的夫君终于出现了吗？什么呀，求婿的是他，他不是一男的吗？抱歉，其实青鹏才是这次求婿的女方，青儿虽是男儿身，却一直有做贤妻良母的愿望。几位若有看上的便可直接与青儿成婚了。礼拜之子恢复神功，恕在下无福消受。告辞。我也要告辞。看来这几位和我的青儿有缘无分呢。哎，这次的求婿又失败了。不，我要，我随仇天愿意娶这位美男子。你瞧这性感的下巴，这迷醉的小眼神，还有这浑圆的肚子。能得这两倍，必是上天对我这些年受的苦难的回报。随公子，你真的想要这门亲事？啊，这有何不可？但我听闻你已有婚配，为何还会来参加这次选婿？啊，你说凌云裳那个小妮子，哼，她已经跑了，我和她早就没关系了。哼，这些年我和那女人就是逢场作戏。若不是为了他家产，谁愿意遭这个罪？云裳，你看，我之前早就说过，你还不信？哼，这小姑娘这下总该认清现实了吧？恋爱脑真是要不得。好了，这场戏就到这里了。小子，其实今天压根就没有什么招婿，
终于不用演了，道爷我要去睡觉了。